张柏芝去年秘密产下小王子，孩子的爸是谁至今依旧是个谜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从谢霆锋爸爸那套出些什么吧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谢贤一日出席杀青活动，谈及与两个孙子的相处日常。他透露自己大概一个月见他们一次，不过去到那都只是看着他们在玩，还开玩笑说自己年纪大了，记不起两个孙子的名字。说起这些日常，谢贤全程笑容挂满脸。不过随后有记者脱口问到他是否有见过张柏芝的第三个儿子，谢贤冷冷回应不知道，这个不关我们家的事。被频繁问起这些，语气充满无奈，大家就放过他们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